教师会馆，入门的地方停车场，好客松。韩西会馆，前面是白鹭楼，日月行馆坐落在日月潭教师会馆正前方，馆的前庭韩碧楼，教师会馆正门，从梅园远眺日月潭全景。万人涌渡日月潭的终点伊达少港，伊达少码头，以前的光华岛已经快消失了。红花绿叶，美丽的树。
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的大厅。便利商店，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，庭园咖啡。面对空中缆车，从缆车站走到这里步行大约八分左右。庭园咖啡，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的入口。日月潭缆车站的入口。